尊龙圣天宫，文明圣人君，有宫主范蕊，副宫主林义雄，罗主罗一心，率领圣天宫众众生，以礼成地向我高禀在座诸文之一，至来如宫进香参拜部分祈福，今日清香之意供养在如宫。中国万岁的德行行先进行雄雄烈一雄雄再雄雄三雄雄九雄一人再人三人正雄一人在人咱们恩修一人在人咱们恩修一人再人三人恨兄经玉经纶高度精神行事传中天中央万民天敬向会王经府南将部长黄南报道台湾圣天宫中区三民区号民间四百号一号尊龙圣天宫文明圣地之灵，即今吉日龙时子太子宫进香参拜，恭迎太子宫中大万岁上帝，恭迎太子宫中大万岁文明教会，回至圣天宫即日岁数二年十二月七十日午时。以行新中都万岁一节三次就出入会一部开放点燃仪式恭请圣恩隆重恭望接受圣天宫今日进香服务祈福众众生境万事光彩事业成功万事吉祥如意财源广进永处余温天恩岁主明年十二月初二日吉时故所上庭所闻不必众生莫惧圣天宫全体供养太子宫中大万岁一说心诚诸佛菩萨迎三鞠躬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礼成各位圣天大众大家好啊